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金星茶的组装方法，也非常的简单。这卡呢打开是这个样子，先给它折两下，一下两下，好的，然后中间的给它取下来。这个卡它是这样子，这个拉杆在里头，然后呢可以用两个小人这样，它这样拉过来，也可以用两个爱心，这样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先组装这，用这个来做个示范吧。先给它贴起来，然后这一块呢留中间这一点，上下也给它贴两条短点的双面贴。然后我们把双面贴给它贴一下，然后给它贴过来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拉杆给它从侧面我们留空的位置给它放进去，旁边呢大概留这么长就够了。然后拿出一个双面贴，在这儿，然后贴上一个，在这儿也贴上一个，把这个先给它摁上，然后拉过来，嗯，比一下位置，好，把这个也摁上。中间这里可以写上一个字儿，拉过来以后就露出来了，然后里面。